都买一包，你会食到大腹肚。我无甲你骗，你会食到大腹肚。没啊。不好意思啦，下班啦啦。下班。啊，你要走啦？要下班啊。你嘛要下班。我下班是要甲你提早两个咱两个同齐出来。啊，你才晚点做，你走。啊，你今日哦，嘛无迄花枝花枝条，迄嘛无。迄未了啊，无啦，花枝条起来无。啊，这落去放嘛无。这落去放未了啊。对啊。嘿啊，哎，其实只要你会使看伊嘛，你透早拢在创啥？做生意啊。做生意就无聊，就在看这个呀。你要知我今日有啥物死骨头啊？太早离开了，你有来哦？有啦，我来问。加油，你有来。我讲你肯定就会使看啊，嘿啊。看这个啦。我来看一个，地址嘞，靠背，你看一个，靠呀，我未记得，我未记得讲几多话事嘞，我未记得讲几多话事嘞，几多话事嘞啦，哎，我未记得讲几多话事嘞，看地址啊，看地址啦，有许未记得，你知无？来，好嘞，听下吧。我们准备要下播了，因为雨蛮大的，又没有人了，好，雨蛮大的。跟你约了呗。啊，多少钱啊？你一尾两百，系无？一株两百，一株两百，嘿，一株两百，三株五百，五百块。来，三尾差不多。春雨好像是很贵。变做四斤五啦，三尾差不多四斤啦。差不多。管你怎么比无？本来是三百，啊，头拄啊算人二啊五。有三个人嘛，下下条的，好不？下来。几多条？可以。几多条？你做哈？好来。金城的类别看，金城金城。什么？两包。来，副本打。副本打。副本打，你猜不？外送外送。副本打。两包多少？两包。两包两百。两包多少钱？我好猜。一提五百，卖收伊啊。哈哈哈。对，一样哦。来，精彩精彩。拜拜。来 ，Hello， 有什么喜欢的？有什么喜欢的？有什么喜欢的？哦，墨鱼送你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愿意酱。这真的是下雨天，然后又尾声了，所以有些东西会，他说为了想要把货底扫掉，会卖得比较漂亮，卖的不光卖得比较漂亮，卖得比较便宜。可是那个机会是比较少啦，小小的倒啦，啊倒小小的啦，剩两个人，啊较侪就卖伊啊，卖到出就这两个人，有人要倒小小的无？滴到水了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差不多我们要下播了。今天也卖到几点？我看一下。真正百姓。卖到还没十一点。百姓。算是近期来最早的一场，不然我们就卖到十一点左右。快哦，你想干也吧。来。跟大家宣导一下，下个礼拜二开始，就是10月18号，下个礼拜二开始的每个礼拜二。我们都会在嘉义的民雄有一个新的场次会开喊，然后它是在大四爷庙旁边，它是在民雄市场里面最热闹的一个地段。你们如果开车的话也很方便，因为那个民雄交流道到那边大概5分钟就到了。啊，可是可能车位要稍微找一下，要右手的过去这样。住那个民雄附近，住嘉义的，台南。云林附近的朋友都可以去那边买哦。下雨天没办法，对，下雨天真的没办法。好，礼拜二开始，下个礼拜二开始的每一个礼拜二都会在民雄开喊，然后燕春的话，礼拜三是在云林的北港也有开喊，它是在阿信素食的对面 ，Google 一下就有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一整个礼拜就只有礼拜一没有场。礼拜一休息一天，然后从礼拜二、三四、五六日全部都有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再跟大家宣导一下，就是我啊，肥婆在那个脸书有开一个新的粉丝团，用我自己的现在直播的这个名字，吃乎肥肥，装乎肥肥。
开一个新的粉丝团，所以以后我的直播我不会再开肥肥的了，脸书的部分啊，所以你们大家记得帮我追踪一下，才不会找不到我的直播。好，那我来搜寻一下，是大哥，你往后能包你好不好？材料没？肥肥，哎，置顶文就是了啊。YouTube 的话是置顶文就是了。啊，无我存咧一盘后排放晒。好啦，两包，处理掉。啊，这个咧。啊，嘿，来，赶快买两包，好不好？这个贵一斤八五啦。两包，两包，当钱的，两包，两包好，好不好？啥不？这个，脸书的话就是这个，吃乎肥肥，装乎肥肥。这个我是一个锤子的，之前我们目前都是用这个直播嘛，脸书。下个礼拜开始我会用这个锤的。下个礼拜开始我会用自己的粉丝团直播脸书的。OK， 大家记得帮我追踪一下哦。还没有按赞的朋友帮我们按赞一下嘿。明天礼拜一是休息，礼拜二民雄，礼拜三花坛跟北港。好，大家都有了解哈。